到这一层了，到这一层哦，所以应该有超过50公分了，72公分。我昨天最后一个星期，居民还在清理家园。高雄市放宽淹水补助，像是这一户人家住家淹水部分能补助到35000元。啊，你车修理，你甲看偌济，啊内底哩哩酷酷的物件，啊够够唔够赔？你不够啊！高雄市政府宣布，家户淹水超过50公分，一户能领到35000元，低收入户可补助4万元。淹水不到50公分的也能补助5000元，至于泡水车辆、汽车修缮费超过2万的能补助2万，机车也有2000元补助。他们那台比较新的说要20几万，我们这台比较旧的说10几万。我儿子说要10几万，我十几年车了，不要了。尽管损失数字超过补助款项，但是高雄市淹水户这次预计有11000户，目前收到的水灾捐款有2000万元。说只要符合一定的标准来申请，符合资格的，好，即使后面这整个捐款是有不足的部分，我们会用第二预备金来补助。至于台南市淹水20到49公分能补助5000，淹水50到100公分补助25000，超过100公分也有35000补助。民众能自备淹水证明，在9月底前提出申请，让灾后重建更加顺利。大家请问，新闻王昭忠高雄报道。